这是啥东西的？这是一个博物馆。我们也有好多博物馆的。北京过一个在外边。What's this one？ 是一个店，一言九鼎。就是河南人特别看重这个一言九鼎的事，就是你说什么要做什么。你可以把我们从那个变成我们。别人应该就是最像的，因为颜色也差不多。对，这是用泥做的，就是一包的泥就用在这儿。哇哦。这样的艺术是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国有的？从清代，三百年前，对，超厉害。往那边走，对不对？长得挺帅。哇 ，much older than mine。哼 ，you do have a lot of hair though。耳朵那么大，耳朵大有福有钱，所以你的钱呢？白死。你看，我比他高。一会儿回来取。你是谁呀？我在做梦吗？跟我走吧。好。分享吧，是不是？演出结束，太棒了！这是为什么？我觉得河南是一个特别厉害的地方，因为有那么长的历史。只要是我们年轻人，不能忘记我们过去的文化。我们要记得之前有厉害的想法、厉害的人，我们可以学他们的经验，加上我们现在的新的想法，把他们集合，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。刚才看的。给之前看的那个完全不一样。I love live performance. I appreciate everything that goes into it. The lighting, the people behind the scenes put a lot of their effort into it. They're all artists. 那历史里边有那么多不同的名人，我们可以学不同的人的思维方式。你跟他们刚才说一样，分子和而不同。Are we still in Hunan? Are we still on Earth? This is like digital heaven. 这是。未来的皇帝的感觉，有些人觉得一听到河南就觉得哦落后什么的，落后吗？你看，就是吃系列，是不是？这是非常重要。我是河南人，是。Yeah, OK, well, 我是河南人。河南人，好多人看我们长得不一样，觉得哦。我们可能不在河南出生，所以我不是河南人。但是我在我看来，当一个河南人不是你是来自什么地方，不是你吃的胡辣汤烩面，当一个河南人是一种精神。我刚来的时候，我没有朋友，是河南人当我的朋友。不会说话是河南人教我怎么说话，地道的河南人教我怎么做一个人。在中国，我在努力现在教我的这个发小，好好学怎么当一个河南人。因为河南人就是爱，就是分享，就是一个家。Yeah.I think you're right. Yeah. To me, I heard that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. And even if you were born in Hunan, raised in Hunan, and you leave, are you any less Hunanren? I don't think so. Hunan's been through so many struggles through the years. What it means to be a Hunan person is that you will get back up when you fall. You'll keep going. So yeah, am I a Hunanren? 100%. John. So 现在看这个三个字，河南人。就会有一个骄傲的感觉，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家。40%。哇 ，Peter, come over here, bro. You be careful with my head. 你看，这个就代表我们今天讲的那个文化。刘老师是给他爸爸写的，他的爸是给他的爷爷写的，他爷爷是给他爷爷写的，是不是写的？是的。我们一直在今天学，那么不忘记过去，但是也要加一些。现在你自己的创造力，你就是代表我们的河南。谢谢李老师。Every effort we put forth today stands on something greater that was built before us。就有时候如果心里有事，来一个麦田里边，然后像那个风会把这个事带走了。我们老外刚来中国的时候，我们会听到大家就说：“哎，你吃了吗？”特别在河南，我们一直想为什么要这样说，然后后来发现是因为一段时间在河南。好多人没有饭吃，大家记得这个饿的感觉。他们问你吃了吗，是因为他们不想你有这个感觉，他们想你没有吃了，那你可以跟我一起吃，你可以来我家给你做。啊，可能做的不太得劲，但是可以试试吧。